黄国安再弹到左边，教何夫对住一个守卫，跟住督个波，个波咧接个龙门头顶嘅入网嘅。嗱，啲球波整个推进嘅过程里边咧，荃湾嘅球员咧根本冇机会掂到个波噶。由胡国荣开始策动，柏斯坚一弹中间，跟住黄国安偷到个波，拖空咗，弹到左边，教何夫攞到定晒。而啲球波射得好乖巧嘅，用右脚。腳趾尾嘅部分咧係超高嘅波咧入網嘅。第二球係精功嘅胡國雄、柏斯堅、黃耀信高波，胡國雄背住個波咧可以咧係將個波竇入網嘅。嗱，呢個波嘅難度咧就係在於啊，當時咧黃耀信所斬嗰個波咧，胡國雄咧係睇唔到嘅。佢要另歪一個頭，跟住咧用掃把腳燙高個波咁樣入網。第三球係精工嘅簡道嚟，指一波過曬頭啊！加荷夫一個後爭俾蔡滿祥，蔡滿祥俾翻後爭佢回敬翻佢，跟住一推，哇！呢個波幾犀利，底線之前刮到出嚟，簡道嚟側眼一批死角入網。呢球波最主要嘅功臣咧，當然咧就係加荷夫啦。而揀到嚟一個頭槌咧，可以講得係錦上添花嘅啫。喺咁重要嘅比賽裏邊咧，依然打兩個咁樣嘅插花，可以見到咧精工班球員嘅信心係幾大啦。而加荷夫咧呢下斷速啊，推個吳炳南，哇！原本咧你諗下追幾多個身位，一個跟住彎個波，最後咧揀到嚟一頂入網。呢球係海豐嘅施維山高波。胡辉明撑后，施维山到啦，怒射近柱入网啊！呢球波嘅精华所在咧，可以话系施维山咧，系喺个近柱位啊，能够咁样咧掹弓，有理冇理咧系抽埋去，黄文才咧都俾佢咁样咧抽入啊！第五球系南华会嘅麦格夫。麦格夫带了很久啊，再扣一扣，中间给拉南，第一时间弹翻俾麦格夫一跳远射入网。啊！呢球波麦格夫咧足足啊，大家可以睇下佢跑咗个路程啊，系超过半个球场咁远噶。自己由后场开始带个波，透过对方嘅两个守卫。跟住彈俾中間，而中間嘅拉南咧，亦係個波回得好快啊！一回個波已經咧就係消除咗對方嘅障礙啦，好輕易咁竇個波入網。第六球係荃灣嘅吳宇寬，白色衫咧就係荃灣，一線出嚟，吳宇寬走射左個腳趾尾拉西死角入網，入咗呢個波咧，當然就開心。而呢個波咧，亦係佢能夠入選金球嘅原因咧，主要就係吳宇寬咧射得好靚嘅個波，冇時間考慮，左腳一片死角而入。第七球係東昇嘅隔連，東昇嘅進攻，李飛立右邊帶到順曬高波，隔連攤到順曬腳。其實波已經過了他很遠㗎啦，但係咧勝在咧腳長啊，攤到盡嘅腳，個波咧俾佢喺空中第一時間咧就係扮入了。第八球是香港隊的劉榮業，對手咧就是文萊嘅劉榮業過了面對空門，左腳作勢射，跟住右腳射才是真的。呢球波可以話係劉榮業個人表演啦，一個過咗對方嘅後衞，跟住咧四十五度角面對咧就係一個龍門啫。佢當時咧左腳作勢射，跟住點知佢咧換咗好乖巧，用右腳咧燙到死位近住入網噶。跟住第九球咧係精工嘅加荷夫幫迪高波，加荷夫心口一落，落去前面龍門出啦，一竇又係竇空門。
呢啲可以話係加賀夫嘅看家本領啦。而啲球波咧，幫地用個高波咧刮去前邊咧，加賀夫控波技術咧，的確係相當高超啊！一控，跟住咧龍門出咧就投個空門。第十球南華會嘅黎永昌。柏斯堅三號浪翻後，黎永昌半窩裏抽射，比賽嘅時候咧就落緊雨嘅，所以呢個波咧難度係比較高一啲，食腳腳唔係話咁食得實啊，但仍然咧射得好靚嘅。第十一球係精工嘅邦迪，米曹推落底線一出，邦迪一射避埋添。呢個波整個組織過程咧係簡單利落，而米曹咧出得個位置啱啱好，邦迪亦報到位。第十二球係精工嘅胡國雄，只一波，胡國雄一浪漏咗，再一踩龍門出，再一撩，亦係純粹胡國雄一次嘅個人表現。嗱，只一波呢個波咧係扣翻左腳。輕輕剁去十八碼點左右，嗱某一個球員咧就漏咗，跟住踩呢下已經係有技術啦。龍門出得好快，但仍然俾佢好乖巧咁撩高入網。第十三球係香港隊嘅劉榮業、顧錦輝高波揾好頂翻中間，劉榮業到。直接的入球，三腳波，顧錦輝穩佬頂翻中間，劉榮業掃把腳第一時間放入。第十四球是香港隊的張志德，張志德勁射破網。呢球波咧就是香港隊一個死球的組織，胡國雄。錯後的波跟住張志德射個波飄入網角噶，呢球波實在值得一睇再睇噶。係啊，愉園嘅龍門盛偉聯大腳掘出嚟咧，過唔到半場啦。張志德截到拉籃，俾個直線，鄧柱成出到啦。呢邊有冇黎永昌一踢，跟住俾翻中間，最後咧。有啲柏斯堅嘅近門射入1-0，南華係領先嘅。鄧柱成俾個地波出嚟，見到黎永昌一射咧，盛偉聯係拍到噶，跟住黎永昌再撩翻中間，俾柏斯堅射入1-0係領先嘅。遠嘅反攻，高波兜入，美澳，哎呀！起腳過高啊！見到咧十四號嘅張志德咧就係起腳過高，爭啲咧就係踢到美澳嘅面嘅。咁啊，見到美澳咧已經係瞓咗喺度啦，有啲危險。咁啊，球證吹罰呢個波咧就係兩腳波啊！我啱啱喺綠馬嘅禁區出邊，哇！大家數下有幾多個紅衫嘅南華會球員啊？11個翻曬嚟啊！全部翻曬嚟，可以數得出啦，11個。全部幾乎企曬喺條白街度啦，咁啊日亮能人咧預備開出呢個罰球，睇下點樣啊！作個勢，跟住咧就有呢個譚耀華飆出嚟，跟住再射，余建德射，跟住咧似乎咧雙方咧就係有啲埋牙嘅動作，見到余建德咧就唔收腳啊！咁啊黃文才咧當時接住個波啦，所以咧一班南華會嘅球員咧就即刻湧埋去嗱，余建德射，跟住咧散咗出嚟。黃文才攞住啦，左腳咧仲篤一篤，咁所以咧成班南華會嘅球員咧就唔滿意啊。不過咧好快已經冇事啦。完咗上半場嘅賽事，而家下半場啦，追唔追到？鄧柱成追到啊，個波未出界噶，未出界噶，用右腳彈出嚟，跟住柏斯堅好輕易咁咧攞個遠處角入網，2-0，南華遙遙領先啦，美澳。有機會射，王文翠
兩次都救到，跟住最後咧就見到啊呢個劉榮業射咧係網側出界噶。首先第一個射就係美澳，跟住咧就係陳國亮再射，最後咧劉榮業射三次咧都唔能夠成功啦。麥格夫過到唔爭清啊，俾翻中間柏斯堅塔 Q 拉籃後面保中，3-0。3-0落下的情況了，看看余苑可不可以反雲有術。梁亮人高波過了黃敏財頭，跟著陳國亮射入追回一球，3-1。這球波南華的龍門黃敏財要負部分的責任，3-1。美澳腳尾一彈彈過來這邊，吳炳南高波側到中間，余建德倒掛，跟住偉夫深海浪咧，用個土杯嘅地方咧浪入，3-2。咁啊，戰情咧突然間咧就係變得好緊湊啦，3-2。吳炳南俾翻後，梁瑞榮俾中間，跟住陳世九啊彈後，吳增清甩咗個波，有冇機會？黎永昌射入。結果最後咧，黎永昌嘅一球咧就射成4-2啊！白衫白褲咧就係東昇，而紅衫白褲咧就係南華嘅。東昇嘅進攻，九號咧就係陳文信，一通嘅坑球，跟住射到啊個波啱啱咪高出啫。咁啊睇見黃文才咧縮手噶啦，拉籃俾翻拉籃，張志德有個轉身左腳埋啦。後槌咧線到麥格夫，但係咧喺柱邊出界。柏斯堅四號嘅高美斯啊睇住佢嘅，掃把腳燙翻埋中，余國森一彈拉籃，再俾過呢邊，大家避過咗呢邊，仲有冇麥格夫自己攞翻，再扣，唔俾啦，自己射啦，跟住射埋啱啱喺龍門柱側邊係斜出嘅啫。谭耀华高波位去前面，柏斯坚吓够高啊！再撩多次，大家斗晒血，跟住仲有位俾佢射个波，啱啱咧俾龙门啊陈树明拍出。好啦，而家下半场嘅赛事嚟噶啦，黎永昌出到柏斯坚回身咬翻个身出嚟，跟住咧一顶个波。系粒个龙门，陈树明嘅手顶入网，1-0。嗱，呢个波嘅难度相当高啊！当时见到柏斯坚咧，已经个身咧系拥咗去前边噶啦，跟住咬翻腰出翻嚟，就翻个波嘅来势咧顶入噶。一个单，一个一二咧系俾翻啊！呢个麦格夫咧系射成2-0噶。呢、這個波麥格夫咧九成大半個場咁滯啊，自己帶個波上嚟俾拉籃啊，見翻俾佢跟住咧射2-0。東昇嘅反攻啦，譚耀華偷到個波，譚耀華俾過嚟呢邊空曬嘅拉籃，一扣扣個李飛立，想彎個遠處，但係咧一竇咧竇咗個龍門，陳樹明個肚杯度益曬啦，麥格夫又射再去。李飛立大得太多了，用左腳慢了那個波閂咗去前面，拉籃越位射入都冇用，越位在先啊！梁振權甩了，張志德俾個直線拉籃，為個高波一起去啊！哎呀，高美斯呢個波直情咧幫埋啊呢個柏斯堅。一臂之力啦！一彈嘅時候，柏斯堅順勢一撩就撩過咗龍門。咁雖然陳樹明啦係咁拉啊，咁扯住佢都冇用，個波咧就係咁樣慢慢咧揼下揼下就揼咗埋龍門入邊，3-0啊！咁啊，柏斯堅入咗兩球啦，麥格夫入咗一球，高波過嚟呢邊，柏斯堅頂中，麥格夫
咁多時間俾佢咧，最後係射成4-0噶。咁啊，麥格夫咧又係入兩球，而帕斯堅又入兩球，4-0。喺鬥左腳，雖然輸咗0-4啊，但係咧東昇咧仍然係全力反撲噶。黎耀雄攞翻個遠處角，攞翻一球。最後的比數咧就係4-1噶，好啦，跟住呢場我哋見到咧就係由精工對荃灣噶，揀到嚟有機會起腳山倒，最後咧都俾佢咧夾硬啊搲一網啊，1-0，荃灣咧白衫藍褲嘅胡國雄腳面一彈，個波俾得好靚啊，鄧春林有機會起腳啊，邊走邊射個波咧，咁但係俾龍門嘅張耀東啊救到啊。全部漏曬，哎呀！吳顯明呢個波咧有啲大意啊，想俾翻龍門，但係個腳咧就唔聽使。啊，胡國雄一出呢個波咧，發之一撩，跟住咧係操之過急啦。個球開出，揀到嚟又飛到2-0。揀到嚟咧。可以話無事同齊啊！企喺成班球員當中，佢係最高噶啦。有機會左腳一射，3-0，入波又係九號嘅簡道嚟喎。咁啊，張耀東咧呢場波咧，其實就係代替受傷嘅林春樹上陣喎。好啦，下半場嘅賽事，見到黃國安咧就係一射，射成4-0。黃國安呢個波咧走射射得好靚，咁但係咧亦要。多得咧就係胡國雄啊，個波咧就係俾到佢恰到好處嘅，再俾呢邊阿鼎又入啦，5-0，哇！揀到嚟咧就係入四球啊，四喜臨門啦。咁結果最後咧呢場波就以5-0咧就係完場噶。嗱，以前啲半場爆滿嘅藍衫左攻右嘅咧就係精攻，胡國雄一個波位喺前邊，但譚耀華咧高波勾銷。剛才交波咧就係胡國雄啊，胡國雄再攞到波彈翻後，比賽當日之前咧曾經落過雨，所以場地咧比較爛啲噶。洛德輝一頂頂翻出嚟，譚耀華再先，哇！你危險地帶啊，最後洛德輝又落唔到，大家一輪混戰比翻去，有冇機會加何夫一射個波咧就係塔 Q 啊！咁啊呢個波咧對於南華會嚟講咧比較有啲幸運啊，因為當時咧比較混亂啊喺個禁區內嘅情況啦。陳發之呢個波頂兩頂去唔到啦，撩翻後加何夫右腳食都應啦，啊食歪咗。南華嘅反攻啦，張志德俾個側邊，柏斯堅一推仲去到啊，柏斯堅黃國安埋嚟睇佢啦，高波啄入禁區，但係呢個波冇用啦，毫無威脅啊！陳文學好輕險接住個波，柏斯堅南非籍嘅球員。拉落球，俾個直線邦迪，高波一頂入網啦！米曹一頂入網，但係呢個波咧係有擁人嘅成分存在㗎。不過球證咧仍然判呢個係入球嚟㗎。大家從慢鏡頭之中咧可以睇清楚啲到底米曹呢個波係咪擁住對方嘅球員？冇錯，擁住洛德輝頂入網噶，1-0，精工係領先噶。哇，黃創山面色凝重啊！上半場嘅12分鐘，精工係領先噶。余國森、柏斯堅頭槌一浪，自己可唔可以攞翻？再去踩咗落底線啊！黃國安踩落底線，係需要角球噶，精工。右邊的角球，守前柱咧就麥格夫，黎永昌左腳開出，一頂入啦，柏斯堅一頂入網，1-1追成平手。上半場嘅19分鐘，柏斯堅咧呢個波咧就清脆玲瓏過剛才我哋睇見米曹嘅球波啦，因為米曹咧有。拱人的成分存在，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彈力顧到盡曬，一頂入網，再用這個角度可以看清楚一點。
1-1。蔡滿祥同埋黃國安都救唔到，啱啱喺白線面前咧救唔到呢個波。好啦，下半場賽事，黎永昌高波斬入，一去柏斯堅一去，個波入咗網內啦。咁啊，麥格夫舉起手，但系咧就唔使開心住，因為球證咧已經吹罰咗呢個波。球證陳潭新咧原來已經吹咗雞在先噶啦，所以呢個波咧就係炸壺嚟噶。黎永昌一埋嘅時候，柏斯堅啊越位在先，同陳雲岳咧就撞埋一堆，所以球證嘅吹罰柏斯堅啊，呢個波係越位噶。比數依然1-1，張國驅啊，咁啊呢一兩年咧已經唔見佢執法啦。咁啊呢場波佢係做旁證噶，一撐後，麥格夫過埋黃國安，俾過呢邊黎永昌。一射龍門擋出，柏斯堅到，終於柏斯堅再入一球啊！2-1，南華反超前，下半場嘅17分鐘。嗱，呢個波麥格夫過得靚啊，一個撩過咗黃國安，俾到黎永昌喺陳發之力壓之下仍然可以起到腳。陳雲岳擋出，唔遠跟住俾柏斯堅射成2-1嘅梅開二度。下半場嘅17分鐘，邦迪俾翻後，球證咧就係示意繼續嘅呢個波，啊俾邦迪一撩，哇撩波靚啊！呢個黃文才啊出咗嚟，咁啊邦迪睇見佢出咗嚟咧就鬥個空門，咁但係條橫眉咧救咗南華會一命啦。嗱呢個波咧唔到你唔佩服啊，邦迪呢個波好靚啊，卸力一鬥嘅波。中柱中橫眉，吳國榮俾入，黃國安碌低咗，黃國安碌低咗就係博到個12碼噶。但係咧，南華會嘅球員咧就係抗議，嗱睇下黃國安呢個波有冇俾譚耀華或者麥格夫侵犯，冇，完全冇接觸，係黃國安自己馬失前蹄，咁啊唔怪得個教練吳偉文咧咁唔開心啦。冤枉嚟冤枉去，竟然間咧胡國雄咧就射唔入噶，咁即係話比數仍然2-1，南華咧仲係領先緊。呢個波咧真係估唔到，經驗老道嘅胡國雄都射歪咗。黃創山咧目無表情啊，時間咧1分1秒咁過去啦，呢個直線，米曹落底線出到邦迪到。竟然間在下半場大中踏正45分鐘，追成2-2平手，呢只杯咧精工仲有望。打和嘅話咧，將會就加時噶。嗱，睇翻呢球波，米曹一推，哇速斷速好快啊！跟住個波咧出得啱啱好，余國森啊睇唔住邦迪，2-2，結果要加時比賽，而家係加時嘅上半場啦。黄耀信顶前，胡国雄改变方向呢边，余国森咁样俾后惨啦，直情系送礼啊！邦迪啊，再轻轻一斗，斗成3-2，加时上半场嘅2分鐘嘅精工系又再领先啦！啊，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余国森嘅错误嚟噶，3-2。一波一出，鄧柱成啊漏咗，跟住胡國雄射成4-2。嗱，睇下呢個波啦，胡國雄嘅技術咧，可以從呢個波大家可以細嚼啦。一踩啱啱咧通過坑渠，跟住面對黃文才一撩高入網，4-2。米曹。哇！係咁嘅啊，米曹。邦迪一個後爭，呢個波係入咗，但係咧球證又話呢個波係唔入嘅，吹停咗。點解咧？原來邦迪咧就係越位在先嘅，越位冇錯。跟住咧，陳潭新仲俾咗個黃牌咧，係米曹添。佢走埋咧就真係叫米曹啊，叫唔好嘈啦。
咁原因咧，佢就話球證嘅判決係唔啱，4-2仍然咧係精工領先嘅。加時嘅下半場賽事啦，麥格夫一俾過嚟，哎入啦，帕斯堅，帕斯堅再時間係加時下半場嘅，俾但係我覺得喺下嘅時間咧。南華都不能夠再追多一球了，結果最後4-3精工奪取這一屆的總督杯。這場比賽的加山今天天氣晴朗，全場是爆滿的，為全季入場人數最多的一場比賽。穿紅色衫的南華在季初的時候狀態低沉，以致成績是不理想，經過多個月來的操練，球員之間的合作已經有默契了，而箭頭人物韻志強咧，佢傷勢亦都係好咗，咁啊信心咧大增。梁能人嘅傳送啊，亦都十分有尺寸啦。咁其他球員咧，亦漸漸恢復水準。新人方面啊，佢哋都漸趨成熟。著白色衫嘅加山方面咧，本屆佢哋放棄大部分嘅洋將，係組織青春班。咁郭小將喺訓練之下咧，技術咧漸趨成熟，合作方面啊尤為出色。乜鄧建棟、曾偉忠啊，佢哋嘅假身動作啊，好好，往往啊能夠將個波咧係推到落底線傳翻出嚟，而造成威脅。姚偉明、黎永昌咧有速度，而且射門欲啦好強。乜南華喺熒光幕嘅左手邊著紅色衫、白色褲，乜加山咧著白色衫喺熒光幕嘅右手邊，呢個波傳入嚟咧太貼門啦，冇乜威脅，何容興咧一立立住。輪到南華進攻，葉志強兩冷人起腳就射，可惜呢個波咧係射唔正龍門，喺柱邊啊出咗界。咁梁能人咧推順咗個腳啦，然之後咧起腳啊，梁能人九號就何家寶，球證咧吹罰。今日嘅球證係彭錦平。遲一波，一腳衝埋中路，尹志強衝門嘅時候咧，係撞到廖俊輝。啱啱衝嘅時候咧，係撞到廖俊輝，只膝頭哥咧係撞咗廖俊輝，咁廖俊輝咧係第受傷噶。球證咧吹罰三號嘅徐海華左人前進，17號就係鄧劍棟啦。南華咧排一個兩人人牆。呢個波遠處，哎呀，可惜咧，加山冇前鋒咧去接應，如果係有前鋒接應咧，得米啦。再將個波送入嚟嘅時候咧，呢個波係送咗出底線。鄧劍棟咧開呢個罰球開得好靚啊，已經啊過曬何容興嘅頭啊，何容興失曬位㗎啦。咁啊可惜咧係冇加山嘅前鋒嚟充滿。陳埋位，海豚仔一箍過維納普。整個海豚都撞低了，咁呢啲波嚟講咧，應該咧球證咧應該吹罰12碼啦，咁但係咧可能咧球證嘅角度嘅問題咧，咁故此咧係俾一個兩腳嘅自由球。咁啊，梁能人主踢呢個罰球，送入嚟嘅時候咧又俾加山嘅後防咧解圍。呢啲係南華嘅統帥同埋後備球員。尹志强一撇入中路，陈埋位两个假身起脚，咁可惜个波咧系炒高咗。咁啊，陈埋位咧呢两个假身嘅动作做得好，已经系骗开咧加山嘅后防啦。上半场咧45分钟嘅角逐，双方系以0-0咧系打成平手噶。咁下半场咧双方咧系换边，尹志强咧头锤冚到，再冲嚟有机会嘅时候。又俾啊加山嘅後防咧係腳跌咗，咁球證咧係冇吹罰嘅呢個波。波仍然喺南華腳下，葉志強起腳推順，可惜咧係撳死咗個波。咁廖俊輝咧見佢爬爬咧又受傷，咁廖俊輝咧係第二次受傷噶啦。咁喺呢個時間咧，啱啱呢個時間咧就係咧廖俊輝咧受傷，馬必雄。加山嘅後備門將，呢個時間因為廖俊輝嘅受傷啊，
故此使呢個球賽咧停頓咗三分鐘，好有機會啦！鄧劍棟慢一步啊，要何容興啊出嚟咧一撲撲住個波。姚偉明咧傳呢個波咧亦都傳得好靚啊，傳到空曬位啊！咁啊，鄧劍棟啊慢一步，而家何容興一出嚟咧捕到個波，尹志強、葉志強、張志德啊扛住佢，咁成個葉志強咧係踢跌咗。咁但呢個波咧，球證睇得好啱啊，因為啊喺禁區之外掃跌佢嘅。南華嘅罰球遲一波，個波傳送得嚟送得曳啦，唔夠高，而俾加山嘅後防咧係解圍，咁而遲一波咧亦加咗頭咧，將個波嚟頂出底線。加山有機會啦，黎永昌傳翻出嚟。咁可惜呢個波咧傳到，如果傳到嘅話咧，加山已經有兩個前鋒啊，鄧劍棟同埋咧曾偉忠兩個啊，係部位度啊，角球、內灣球，一個唔會史密夫頭隨一頂入網，1-0。呢個角球開出嚟嘅時候咧，何容興啊同埋徐海宏啊大家誤會啊。嗱，如果出出聲嘅話咧，已經啊佢就唔去頂，或者佢唔去咧就唔會俾呢個史密夫咧。是執到死雞。下半場的22分鐘，加山咧係靠史密夫的頭槌啊，以1-0咧暫時領前。徐海宏咁啊，同黎永昌咧兩個腳叫腳，咁球證咧吹罰南華嘅徐海宏。加山嘅罰球，加山今日嘅表現咧顯得好，上落波啊都係好快。雙方嘅球隊都係以快打快嘅，咁故此呢場波咧係形成一場啊快嘅攻防戰，有機會啦，一射入網。咁但係如果照咁睇個表情嚟講咧，球證就話呢個波17號嘅鄧劍棟咧已經係越位，因為旁證係姚琦。嗱，打我哋睇一睇喺熒光幕睇到啊，呢個波彈出去嘅時候咧。鄧劍棟是未越位的，或者我們看這個角度拍的角度不對，旁證已經是示意完了期了。下半場已經打了30分鐘了，加山是1-0是領前的。這個球的話又可以罰12碼，但球證也沒有吹，舉高一隻手證明是間接自由球。大家看一看葉志強推球去，球已經過了，是被5號的梁振權叫一叫。而呢個時期啊，4號嘅吳錦華咧，係因為咧個腳咧係受傷而退出火線，由佢嘅2號張金根咧代替。因為球場裏邊啊打波緊張，而咧球迷亦都好緊張，有球迷咧已經係暈咗，要勞煩咧聖約翰救傷隊咧係抬佢哋出去嘅。咁南華教練吳毅敏，因為時間無多啊，連何容興啊都出埋去助攻啊，希望啊搏一搏。呢個波係冇意嘅。球證推罰南華嘅罰球，咁南華盡此一報啊！因為咧已經係個球，你睇啲球迷咧已經行咗外跑道噶啦，遲一波，尹志強1-1，1-1，呢個時間咧已經係下半場嘅49分鐘，咁咧呢個波咧就有啲爭論啦，點解49分鐘啊仲唔吹雞完場咧？咁第一以我哋嘅電子計時嘅標嚟計咧。廖俊輝第一次受傷嘅時候咧，大家擾攘咗咧係3分鐘，而呢個吳錦華受傷嘅時候係1分鐘，故此咧球證係補翻4分鐘嘅時間。咁呢個時間啱啱咧係咧49分鐘。嗱，而家吳錦華咧冇辦法行啊，要佢嘅隊友咧將佢咧係孭翻出去，因為雙方打和嘅關係啦，故此係加時。加山進攻，史密夫。姚偉明，哎呀，姚偉明射個波射得好靚噶啦，咁可惜啊冇乜角度啊，而俾何容興咧將個波咧係補實，已經係球不着地啊，唔使踏定個波嚟嘅就射唔去啦。先翻話，尹志強咧爭啲踩波車，一拖拖得好靚，冇辦法起腳啊，推落底線，張志德扛住佢。咁大家都有得推手推腳㗎啦，咁球證咧亦冇追罰，
呢個波最後咧，應該係張志德將個波咧係踢出底線嘅。咁啊，球證咧吹罰添。梁能人主踢呢個罰球，再頂佢，好一次穩之上2-1。陳懷偉將個波頂入嚟嘅時候啊，呢個波已經係打到維納普嘅手啦。啊，呢個罰球咧一傳傳入嚟。陳懷偉後槌頂到，打到維納普的手，尹志強執死雞，門前掃入2-1，南華咧反而啦後來居上，而家係加時嘅下半場。黎永昌個波送埋嚟，鄧劍鳳又慢一步，俾何容興咧將個波打出。咁今日啦，何容興嘅表現啦，你係超水準嘅演出啦。呢個波如果慢一步嘅話咧，鄧劍鳳咧已經係將個波啦送入籠門嗰度。打山咧雖然係1-2落後，但攻勢咧係唔弱於南華噶。咁啊，何容興咧又將個波咧係補實，推個波推得好靚，可惜傳出嚟嘅時候咧，俾南華嘅後防咧係殺出。大家有些少啊賣牙的鏡頭，球證吹罰，南華的三號徐海宏，鄧劍棟主踢呢個罰球，呢個罰球咧踢得曳啦，開得唔夠高，而俾南華嘅後防咧解圍。全場嘅比賽結束，120分鐘之後咧，南華咧係以2-1咧贏咗加山，獲得呢個總督杯嘅冠軍。啊！呢場波係認真精彩啊！季軍爭奪戰，咁由香港對印度，香港咧係紅衫，印度咧就係藍衫，喺熒光幕上又攻咗噶。兩隊曾經係一次交手噶啦，咁喺初賽分組嘅時候咧。雙方係以0-0打和，咁睇下今日點樣啦。如果今日打和咧，就會加時；再和咧，就射12碼。香港隊咧，今次能夠入到四強咧，已經係啊出乎人意料之外啦，有機會啦。沙拿咁，但係咧，都係俾人國安拿出嚟係瞓甩咗噶。印度再次進攻，蘇拿彈行咗啦，呢球波喺山地追唔追到啦？扣翻出嚟中間。但係咧，依球波啊，雖然係瞓到啊後衞，咁仍然咧係俾山地咧喺門口咧係瞓入咗噶。嗱，大家睇睇嗱，依個波咧雖然係山到啊，但個波仍然咧係俾佢喺門口咧瞓入咗。咁喺上半場咧25分鐘咧，印度咧係以1-0領先噶。下半場嘅比賽嚟啦，而家蘇拿。直線靚啦！依球波睇佢射唔射到啦，射到遠處啊！蕭華咧係一射入網，咁咧為印度咧射成2-0噶。時間咧就係下半場嘅20分鐘啦。咁香港隊咧最後一擊睇有冇機會先。可惜咧韋雲安咧就依球波係把握唔到機會啊。結果咧印度係以2-0贏咗香港隊奪得季軍噶。咁而家睇到嘅咧就係冠軍決賽由。木蘭隊對泰國隊啦，木蘭咧就著藍綠衫，而泰國咧就著藍衫。個頭比唔到人啊！黃影雪，木蘭隊咧打到而家咧係打咁多場贏咁多場，仲未失過波噶。曹鳳英有機會啦，右腳扣上左腳一射入網，咁喺開賽後嘅1分鐘咧就以1-0咧係領先啦。曹鳳英再度有機會啦，依個快翼好快噶，出個波靚啦，咁但係咧甩咗少少。陳修容一射遠處入網，2-0。咁喺上半場嘅5分鐘係2-0領先噶，好靚啊！依球波佢好精啊，第一下唔射，推多下咧先至右腳扣翻嚟遠嗰方面入網，咁龍門咧捉翻近處，結果咧就入網。個頭波，曹鳳英就彈出嚟啦，周台英一彈入網。組織好靚啊！依球波，周台英咧就係呢次嘅最佳射手嚟㗎，咁已經射咗9球啦，計埋依球。周台英又再嚟啦，
咁啊，曾經係全國十大運動員之一嚟噶。劉玉珠一出啦，咁但係咧呢條波周球英慢一步撞柱彈出，曹鳳英一射入網，4-0。咁木蘭咧已經遙遙領先啦，上半場有20分鐘。嗱，呢條波咧撞柱彈出咧，曹鳳英咧已經到啦，執死雞一射入網。曹鳳英咧射入佢呢場嘅第二球波嚟噶。周球英一線入網，呢球波咧斬得好靚啊！隊長劉玉珠。結果咧，咁木蘭隊咧就係憑5-0大勝呢個泰國隊，咁奪得咧今次呢個第四屆亞洲杯女子足球賽嘅冠軍噶。哇！如果嗰陣時爆棚咁滯啊，都幾吸引嘅女仔踢波。咁至於而家嘅女子球，東昇咧著金魚網式嘅三款型，我冇嘅右手邊呢兩隊波咧喺第一循環嘅聯賽咧曾經碰頭嘅，流浪係2-1咧係贏咗。呢個波起腳射埋啦，好嘢！仇志強咧係反應快啊，將個波咧一托托出底線，射波咧就係10號麥馬士啊。流浪嗰塊球，羅渣士咧將個波係送埋嚟，7號羅斯一射，再俾啊9號嘅屈臣再射埋佢，麥佳迪射埋嚟，呢個波頂入，唉，真係戲劇化啦！呢個波咧喺東昇嘅龍門口咧，好似係波子機咁撞嚟撞去。嗱，罰球咧，呢個波開出，麥佳迪一送出嚟嘅時候，9號嘅屈臣咧扇咗出嚟。7號嘅羅斯截到，乜俾翻屈臣一射，抗之然出嚟封到。屈臣再射嘅時候咧，係俾阿馬天龍封咗出嚟。10號麥佳迪射埋去，7號嘅柯特將個波送翻出嚟，啱啱係送咗啦。9號屈臣嘅頭雷一頂入網。上半場嘅4分鐘咧，流浪係以一球領前啦。東昇嘅進攻，8號吳錦華一射呢個波咧彈一彈地，又俾咧仇志強咧接住。東昇嘅發球。起腳射得好靚啊！仇志強表現認真好啊！咁如果流浪啊，唔係仇志強表現好啦，呢幾球波咧最少有一兩球咧係入網啊！東昇嘅角球，斯路華將個波送埋嚟嘅時候，仇志強單錘打出，球證咧吹罰，麥馬石瞓喺度。咩球證咧買理論？依家搞個紅牌。咁啊，趕九號嘅屈臣咧係出場嘅。咁雖然仇志強咧埋同嘅理論，咁跟阿球證咧就陳潭新啦。咁但係陳潭新咧就唔理佢。麥馬士10號呢個波咧係俾得好靚啊，送出嚟。斯路啊，踩翻後邊，起翻8號吳金華起腳射埋啦，又俾仇志強咧接住。柯特頂前，張家平13號呢個波咧係俾橫啊，俾到咧。九和温世家起腳射，又俾仇志強啦，係撲出呢個波咧，已經係出咗底線噶啦。東昇嘅角球，呢幾腳波射埋咧，好有威脅啊！温世家一射射埋個波，彈一彈地啊！守門員咧係最驚呢啲波啊，咁彈地嘅時候咧，時間都要好準先得。吳錦華佢中路起腳射埋啦，吳錦華咧有啲遠射角球，呢啲波咧個個波都彈地啊！流浪的罰球，將個波一斬埋嚟嘅時候，羅倫一頂入網，雖然啊，抗之然拍到個波，個波仍然入網，2-0。下半場嘅14分鐘，東昇嘅進攻，張家平推順起腳射埋，又過唔到仇志強嗰關。咁可以講得啦，東昇咧係枕住流浪嚟攻啦。張家平，好嘢，連過對方兩個。再俾翻張家平一浪定呢個波死角啦！雖然仇志強咧奮到盡，仍然俾佢射入。下半場嘅44分鐘，咪張家平咧追翻球，呢個波俾得靚啊！用腳面一浪，跟住咧係射入死角，咁仇志強咧係摸唔到噶。哇！嗰陣時啲波真係好睇啲。陳世邦俾佢攝到位啊，掹翻出嚟，跟住堅尼第一射入網。當時陳世芳已經吃了加賀夫位了，但竟然間被他攝回到的位置，跟著加賀夫見龍門出來向他一切過頭，這個波充分看得出加賀夫的技術，又是加賀夫單刀看龍門怎樣算，今次不切過頭了，拖過去左邊，跟著左腳送入網。加賀夫的技術的確是很全面，胡國雄被中間堅尼一彈，黃國安再用左腳彈去左邊，加賀夫看他龍門又出故技重施啊！咁啊，估唔到咧，龍門有兩次都係俾佢咁樣咧凹入啊！
啊，睇翻呢個波，佢係用右腳腳趾尾嘅部位咧，啄落去噶。精工對流浪嘅賽事，紅衫咧就流浪，兩波俾埋中間。猶豫啊，跟住加可夫咧，即刻起腳，個波咧緊緊就高出嘅啫。咁加可夫呢個球員咧，咁雖然啊，佢好多時都係善用右腳，佢左腳咧唔係咁好啊。咁但係好多時佢右腳咧就直情可以做埋左腳嘅功夫，因為佢識得利用咧腳面各方面嘅角度啊等等。咁啊，同時佢加速咧好快啊，又有遠射射腳球。咁啊，呢個波咧又係試射，但係咧斜出咗少少嘅啫。遲一波，刮埋中間。葫芦顶攞到，一执执翻俾加贺夫一扣，喺度左脚唔射啊！今次真系左脚啦，咁啊俾龙门一拍到，仲有发仔撩翻波出嚟，最后咧黄国安咧用个身咧将个波系撞入网嘅。啊呢个波咧虽然入波嘅系黄国安啦，咁但系咧亦要睇睇加贺夫咧喺呢个波佢先前所做嘅职责，一射射龙门，龙门系甩手噶，先至俾陈发之啦可以偷到个波，跟住咧。是用左腳彎翻出嚟，黃國安咧心口的地方係浪入嘅。跟住呢一場可以話是加賀夫的代表作啦。頭頂腳踢翻翻齊，嗱剛才咧見到佢咧就係用頭槌側額咧後腦筍的地方係批入啊。龍門帕士頓咧直情摸都摸唔到個波啊。跟住又係角球，哦今次咧龍門咧就要負責任啦。兩個波都是頭槌入，加可夫頂上功夫是不足的，看下胡國雄開出的波，龍門估計錯誤收手，跟住後邊就是加可夫攝到的位置，雲迪俾加可夫面對麥哥里，佢又射啦，哇個波幾勁啊！咁但係稍微偏咗一啲，又是角球用後踭。嗱，呢一波就可以睇得出咧，加贺夫啲足球智慧啊！個波開得唔靚，但係一衝到嘅時候咧，就用右腳撩個波，爭啲咧就係僅僅喺網側出界嘅，就中網角添啊！呢個波，嗱，加贺夫咧好多時亦係翻嚟自己後半程啦攞波噶，俾雲迪，再俾翻佢，嗱呢個波睇下點樣啦，爭少少啊！加賀夫咧，佢嘅斷速咧特別緊要嘅，咁同時咧個人咧隨時可以過你三四個球員都得。嗱，睇下佢點樣啦？呢個波冇龍嘅冇啊，再過，仲有啊，拍極都拍唔甩佢。胡剛睇見到咁好嘢，俾翻佢，最後咧射網，不負所託啦。咁喺呢個波，我睇見加賀夫，你足足係走咗成大半個場啊！自己嘅後半場一路中間係咁大，係咁大，過咗四五個對方海豐嘅球員，再過胡國雄咧，當時喺佢嘅左手邊啊，啱啱差甩咗少少，胡國雄咧頭陶布里送翻俾佢，咁佢睇見咧呢個時候要面對空門嘅咧，輕輕一。